你们太热情了啦，我好脆弱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南哥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，南哥，谢谢你，谢谢我要谢谢你啊，你偷偷让我加入马兰带，可以一起组团吗？哎，对，从来组团过，因为我那我愿意。因为我很难相处，我也是，所以没人接受我。可以啦，我们可以，这样我们团就可以改成法男带。那个男是改男啦、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法男，然后改南北男，好不好？法男带哦。刚刚在后台的时候，然后南哥就跟我讲说。哎，我中耳炎呢，昨天都没什么睡，好紧张哦，就靠你了。然后我本来想要说的话就吞回，默默吞回肚子里，又不敢再讲下去，因为我本来要说，哎，我感冒，哎，南哥就靠你了，完了。对，其实我跟各位报告，我连续五度感冒，那第一二三次中耳炎，耳力完全没有，然后第五次发高烧，所以我就从国外拿了个耳机。我现在第一次装还在适应，所以我刚才用手机在调音量，我不是在回来了，不要误会。对，因为它有点会会变，所以我尽量好不好，节奏不准不要紧，好不好？感情很重要，来。谢谢。Oh,
这样我们可以成为法兰带一体吗？好，现在我到后台吃一包感冒药，然后再回来唱，安那好不好？